除了那个之外呢，我今天还有带来另外一个是大家看的会觉得很惊艳的，就是我手上这几瓶。哦，看到吗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它也有大瓶的，你看到吗？什么？很美哈。那我什么东西？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来自于西班牙原装进口的，你看哦。什么呀？惊艳气泡酒，有看到吗？可以喝吗？灯光下面更美，它里面就是加了整个奈米的金箔进来。哎，好像现在流行的分子料理呢。对。然后这一瓶呢是樱桃口味的，好梦幻。然后我手上这一瓶呢是柠檬口味的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味道是口味是这一个，就是柑橘口味的，而且很香甜，很好喝。然后呢，我今天有带杯子来给大家喝喝看。哇。那我们来喝，老师要不要喝喝看？这会。它不会，它酒精浓度没有很高，是很低，低，感觉很昂贵吧？不会，金箔哎呦！我跟老师，我跟你讲，它那种小瓶的有卖三瓶一组的哦，它看起来好有乐趣哦。我被它吸引住，然后它里面呢就是很香，因为你过年啊，其实你收到这种亮晶晶的东西啊，就会很开心，感觉又开心，然后又有那种酒味的感觉，你帮我喝，你那么爱喝，可以闻闻看，我那么爱喝，不能乱讲吧？然后整个是好漂亮，很漂亮。然后呢，它的每一个口味都很香甜，然后它里面是那种淡淡的果香。对，这个在西班牙非常有名的酒。在哪里买？这个台湾现在网络就有卖了。哎，这个应该要配 Adele 的歌，网络上面点就可以找得到了。007的。我觉得光拿出来宾主尽欢，那个气氛就在那边。对呀，那如果冰过会更好喝。而且它这个大瓶的啊，有两个大瓶的礼盒，就会送一个这个蔡司的水晶杯。感觉是香槟酒。对。然后小瓶的三瓶也有一个礼盒，而且不贵，都1000多块而已。哎，消费得起，对，很漂亮吗？看了会昏呢，因为里面都是金箔啊。对啊，而且就会欣赏一个宇宙的世界。对啊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哎。它是有，我不能。酒精味蛮多的，对，它是淡淡的，不过还有淡淡的那种果香味，一点点。有淡淡的哀伤吗？就是看你的心情。哦，对，看你的心情。好，来，这个好喝。好，第三类是什么呢？让你变美这一类。来，好，来哦，伟如来介绍。哎。女性长官、女性客户、女性朋友，刚刚都知道呢，因为女生其实有时候会想要品尝一些小酒嘛。那刚刚Sam老师介绍那个很漂亮之外呢，其实女性长官你可以再送更顶级一些些的这种哦，用那个花跟水果入进来的酒，叫做花果酒。然后它很特别哦，像我手上拿这一罐是玫瑰荔枝酒，也就是他们酿成荔枝酒之后会加入玫瑰的元素。那我这个是薰衣草的淡酒。那它最厉害的是，它除了礼盒很漂亮之外，它为什么外面弄这样花呢？因为倒过来就像是一个捧花。设计原理是这样子，所以有时候送女生花，我觉得你不只要送鲜花，你可以送这种花，有没有？而且这又不会凋谢，然后就很漂亮。而且这酒瓶可以留下来装饰。对啊，可以装饰，然后拿起来就是捧花的形状。送你，你最喜欢花。哎，跟你一张照片蛮像。而且这个酒呢，它基本上，对，这酒它基本上都是销到国外去，然后或者是在台湾非常顶级的超市才有卖，但是是台湾 MIT 制造，而且是台湾人发明，对，很厉害，很漂亮，对，它那瓶子蛮讲究的，是哦，这只有一瓶吗？它还有很多瓶啊，老师你要吗？借我，因为缠得好远，薰衣草，你想要拿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想要看，我想仔细看，紫罗兰白葡萄，哇，还有樱花。蜜桃酒，你适合这个。这一瓶1000元有找吗？这一瓶要贵一些些，对，要贵一些些。哎，对，不错哎，你看，对呀，很漂亮。怎么办？移情别恋了，因为刚刚那个觉得好棒，对。那怎么办？我要买什么？两个都买啊。啊，因为这一瓶啊，两个1000块，1100，两个1100，所以一个才500呀，那很便宜啊，比一束鲜花还便宜耶。好漂亮哦，这罐子。好。OK。谢谢Erica，我要送，当然送给女性朋友，就要让她喝得会开心。尤其女孩子要好好讨好，在女性消费市场里面绝对不能忘。你们看到杯子里面已经开了一朵花，对，好漂亮哦。它其实原本是茶包，这可以喝，可以。那个丽丽姐帮我传给老师。好。它原本就长这样，它就是一颗一颗的，它是茶包。真的好漂亮，很漂亮。
面就是开花。对，然后你只要找这种透明的杯子，它就可以开出像这样的花。然后还有七八种不同的开花方式，每一朵花开的方法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情，随着自己的开心，然后去。这花就会真的茉莉花，它是真的花，对，茉莉花。这茉莉花啊，里面真的有茉莉花。茶叶，然后颗的很淡，很清淡。然后它其实来的罐装其实也很精致，是就像这样子一包一桶。然后礼盒装的话，它会像这样。然后里面每一个会放十颗，然后你就可以选自己的心情。它有非常多种颜色，它用颜色分饰来方便来区别你心情状况。好漂亮，对，好优雅哦。重点是现在要买已经买不太到了，它有就是可能大家手脚要快一点，因为它这种是有机的，它从采茶的过程到煎制的过程全部他们自己来看，那他很怕有农药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其实都很严格在做这件事情。也是台湾做的吗？对，是台湾品牌。它里面就一颗而已。对，一颗就是一颗，然后它放进去就会这样，放进去对，就会自己开花。要提醒大家就是那个杯子一定要是高眼的杯子，然后是透明杯，你就会看到那个花开在杯里的感觉，就是花开富贵。台湾很有心哦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专门做的就是种植可食用的花，对，完全没有农药，这应该是属于那种等级的。对，所以其实看着心情好，喝着身体也健康，就是送给女孩子最好的礼物。开花茶，对，开花茶。好，艳丽要推荐什么？哦，我要推荐，老师一定会喜欢。这个呢，燕窝，即食燕窝。其实我送给很多女性朋友，目前为止都有种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很多女性朋友、女性长官，她们收到燕窝，她们第一个想法是，哇。艳丽对我真好，这一定要好几千块以上，这应该不便宜吧？贵。这个牌子是我吃过它 CP 值最高的一个牌子，这不我乱讲哦，因为前一阵子消基会有公布最新的一个燕窝品牌的调查，它的内含的成分算是高的，但是相对于它的价格，我刚刚说这样一瓶。1000多块，不到1500，所以很多女性长官收到之后就觉得说，哇，燕丽是对我特别好，这一定要3000-4000块没有？哎，老师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它其实，是无糖，没有添加任何东西。那因为有些女性长官呢，她们比较喜欢吃一点点有甜味的东西，所以她还附了蜂蜜，我已经帮老师把蜂蜜加进去，老师可以试试看。对，那其实燕窝可以就是你可以这样即时吃之外，有些人也会把它，比如说加到稀饭啊，加到牛奶啊，就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。我是喜欢单吃啦，就是单吃，对，没有其他的加任何的东西。哎，这个汤匙是专门吃燕窝的汤匙吗？也可以啦。怎么这么讲究？你吃不吃燕窝？我不吃燕窝。你老婆吃不吃？好像皮肤这么好，其实我有一年咳嗽咳得很严重，那其实爱护动物就不会特别想要吃燕窝，那只是说因为刚好那一年咳嗽咳得很严重，中医师就建议我去吃燕窝，它确实是有一些效果啦，对，这我想买给我妈妈喝，因为我妈很喜欢，可是老人家勤俭，对，客家人很节省，然后买给她节省到自己吐口水啊，自己再喝进去，那我就跟妈妈说不会不会，这不会很贵，因为燕窝补气，对气管什么都很好，哇，哎呦，妈妈喜欢的，会吗？一点点淡淡的蜂蜜是应该的，你妈妈应该会很爱。一定会，我一直跟他说这一瓶只要200块。哎，他会舍不得。你跟他讲真实价位，他舍不得。对，他舍不得吃。他就放在那，客家人就喜欢堆东西。对，我就买给我妈，就回去苗栗那个冰箱一整盒都没有动哎，我说妈妈你不吃，一直他说哪一天来炖什么再用。舍不得喝，所以这个就很好，对，那除了可以，其实吃燕窝也会让自己变美丽啦。那除了内服之外，外用也很重要。